大家好，我是朱哥。等了很久，排队了很久，我们现在终于要来体验一下 Ranger Rail Track 这台车它的越野体验，八大关卡要挑战，来试一下吧。我们终于上车了，今天我们试驾的是 Ford Ranger 里面的中介车型，但越野能力皮卡老师说 Defender 比较厉害，还是这个 Ranger 比较厉害？我觉得各有千秋啊，各有千秋，谁都不得罪就对了。是。好，终于要上路，出发。左前轮压到那个水沟里面，这落差很大呢，这高低差很大呢，这个快有我一只小腿的深度哎，哦，这个悬吊感觉很舒服哎。它比上一代感觉舒服多了，对、啊嗯，因为它不会跳，因为上一代 Ranger 它遇到这个越野坑都要咚起来。对，它比较硬，对，调整的比较人性。哦，现在 Kick 呀、啊，没关系，就这样过去吗？对，很深哎、欸，很深很斜，方向盘打直就好。很斜，它不会翻车吗？你看它的倾斜角度是18度，18度，但很斜啊，我现在。我们 Ranger 的侧倾角度可以到45度，45度，对，刚刚我已经感觉快45度，结果它显48度，我还在修正一下，是48度，哦，48度，对，好，很斜，我算是越野新手，但我觉得它后轴锁定的感觉很明显，对，而且它整个四轮分配扭力的感觉很明显，对，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后轴差速器锁定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了。这个跟那种传统加力箱的车感觉不一样啊、一般传统加力箱如果没有差速器锁定，在打滑的路面，它就比较会容易产生那个动力流失的，现在对，我用一点好。这一关的话是炮弹坑哈，炮弹坑也是交叉轴。等一下，等一下啊、哦。方向盘还是打直就好，再深一点，油门再深一点。好，不要放哦，我没有放哦。1/3，碎，来，来过去。哇，几干了鬼啊！大哥，炮弹坑哦，你真的一点，你专家一点就有哎、欸，你真的跟我讲1/3，我真的油门踩1/3，真的一口气就过了。对，你超厉害，不，这不是我厉害，这是你厉害。你也厉害，这一口气就过了呢。配合的好，车子也厉害了。啊，就是麦克加啦。对，越野麦加，因为那个湿水平的状况，其实一般人哈，很怕了。它整个循迹性，你方向盘给你的回馈感很多呢。你很明确的知道你四个轮胎在哪里，只要是会开车的男生都知道这种感觉。对，就算你是越野小白，对，你也会觉得你的轮胎在哪里，你非常清楚。一次过，不要放，走，哦，好陡坡送上去，一次，哎，不要放，你放了。好，停哦，好哦，刚刚会不自觉的以为它会像一般车一样越过坡，对，但没有，它是被困在里面的，还好没有冻掉了。地面很湿滑了，对，好哦，这一关是什么？好紧张哦，现在是这一关也是陡坡加，陡降坡、然后再加炮弹坑。陡降坡加爆弹坑，对，好，好，那我现在该怎么踩？就放掉塞刹，刹车就好了。对，慢慢刹车下去。点刹。好，那就出发。哦，又炮弹坑又陡坡，哎、欸，我要想福特怎么敢让我们这种越野新手来挑战这种？方向盘往右。他怎么敢让我越野新手来？往右，好，拉直。哇、哦，哎、欸，会翻车、欸？不会的，连久会。把我们保护得很安全。好，我们在这，所以现在我们放在了4H 的高速的四轮驱动档以及泥泞模式。对，接下来挑战是这一关，直线加速，今天最有趣的速度拉快，直线加速加上一点点甩尾。对，哦，侧滑，整个后轮。哎、欸，这个真的体验过这种泥泞的路面，你才会发现什么叫做。拉力赛的感觉，四个轮胎都在滑，而且你看现在车子后轴还是呈现锁定的状态哦。我好像只要负责，我刹车也不用管，只要方向盘好像打电动玩具要左弯右弯，油门踩放，它自己帮我越野。好，没错。哎、欸，这个，我是真的越野超级新手啊，但是现在我觉得滑得很顺啊。油门控制好一点点哦。哦，好，来往右，然后往左，往左。有没有不要放？好，往右，往右。嗯、哦，这个是多陀峰了吧？对，多陀峰。修正方向盘速度往左，再快一点，修正太慢了。对，再修正快一点。所以这个地方油门跟方向盘的控制非常的重要。哦，真的专业哦。最后也差点卡住。没有，不会，这个不会卡住了。哦，太刺激了。我们这样八关
同哎、欸，都过了，都过了吗？我们终于经过了八关的挑战，八爪大哥，我今天的表现帮我评个分，90分，九十分，哎，真的很赞。但是我还是要问，就是、那是扣掉十分是什么？就是刚刚在头风那边方向盘修得太慢。哦，那难免啦，瑕不掩瑜啦，瑕不掩瑜啦。那嘎在有人救我了，真的，就这边越野真是受困，真的超尴尬的。但是今天至少顺利平安成功，谢谢谢谢八大哥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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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结束了越野，我来看一下我今天越野挑战八关车子的战绩。轮胎哇，全部都是泥巴。后面空转，今天呢还稍微把车子卡在了下面，底盘有一点点受伤啊。但是没关系，刚刚教练说了，以越野新手来讲啊，真的90分呢、啊，真的这个太困难了。这福特六合超有这个胆子的，让我们这新手挑战这个越野八关。还有今天呢是有这个 Ranger Wild Track， 它的电子四驱系统真的很厉害啊，所以呢。帮猪猪哥今天的越野挑战大成功，平安归来，感谢大家，谢谢，拜拜。搜索中天车厂家，或者输入 @CTI Car， 就是 CTICAR，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。